老板怎么样？这部戏重拍是，嗨，是不错。既然你们是评书介绍来的，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明天你们就到制片部去上班吧。好啊。什么事那么开心呢？没有啊。 是不是你啊？这个死丫头！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么晚了，不要吵了。谢谢菩萨保佑，我接到了《天长地久》这部戏，我好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这部戏是你生前唯一的一部电影。今天我还见到了以前拍《天长地久》的制片跟导演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们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，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哦。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机会能够跟你相处，而我却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吧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透过电影接触到你的。我好想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女儿，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不跟你姓，而是跟妈姓。 有稀饭，要去自己盛。哦。昨天晚上我打电话到你上班的卡拉 OK 去，他们说你早就不做了。我已经换别家做了嘛。电话号码呢？哎，你扣我不就好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我不会问你个电话号码，你都不肯告诉我。哎，你老是说我，那你呢？ 我怎么样？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问你我老爸的事情，你死都不肯说。要不是那年你喝醉酒说出来的话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老爸是谁。你扔啊，你扔啊，你扔啊！你当初就该把我一起丢了，你就不会这么烦恼了，也不会这么生气啊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如果有机会再让我选择，我就把你扔了。哼，你扔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又生气了？干什么？不戏才有鬼呢。 你是把你老爸以前干嘛的？我老爸他以前混小太保的嘛。那他怎么认识你老妈的？他认识我老妈是因为我老妈卖酒。对了对了，你什么都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戏才有鬼呢。哼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要不是跟你很熟啊，我怎么会告诉你我老妈是卖豆浆的？你就找到这些啊？这些井全部都太新了，继续找。这么旧的井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。 我看下个礼拜我让阿英到澳门去找找看，要不要帮你拿水啊？不用了。哎，你发什么呆？谁敢拍《天长地久》？小姐，你们谁敢拍我这事？你不能这样，小姐，哎，你这样子我不可能做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们俩让开！哎，小姐，请你不要闯好不好？你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做。小姐，老于，我问你，你把我拦截放在眼里，同拍《天长地久》有没有正常我的同意？拦截那是雷老板的意思吧？好，这不是你意思，是雷公的意思。 那我就去问雷公。哎，兰姐，兰姐，我问你是，好，没你们的事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兰姐，你别那么冲动嘛。兰姐，等我找。他是雷公以前的合伙人，自从方德胜出了那次意外，兰姐整个人都变了。方德胜是拍《天长地久》那个方德胜？嗯，阿胜啊，是兰姐一手捧起来的。他们很要好吗？你也是个包打听啊。随便问问。我以前跟着兰姐，阿胜的个性很强。 他跟兰姐不知道吵过多少次了，最厉害的一次，是在吊井岭的酱香冰果室。
再啰嗦，把条件塞你嘴里。阿胜，阿胜，阿胜，你干什么嘛？脾气挑不去嘛？阿胜，我以为你很有骨气，做了大明星了，原来是被人家包了。哎，你别乱讲话。阿胜，他就刀嘴豆腐心。兰姐，他就是这样的，讲没两句就跟人家冲起来了。阿胜，报完电没有？跟我走。你先走。你不想拍戏了？嗯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花我的，现在你想翻脸不认账？啊？我花你的钱算我跟你借的，这是你买的手表，还给你。兰姐，你清楚我的个性，我最不喜欢跟女人斗。好，有种就走出大门一步，信不信我把你劈了脸，你妈都不认识。阿胜，不要过去。这里是吊锦岭，不要在我的地盘跟我玩，知不知道？我今天什么都可以不要了，这条命又算点什么？我现在出去，有谁敢挡我的路，我不止杀他，我还杀他全家。我过来了。没有你，没有我，我手软了，捡起来。哦，哼，方德胜，我就是把片子烧了都不会让他上演，你就当没拍过。哎，兰姐，我去训训他。阿胜，你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何必这样呢？兰姐对你那么好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兰姐，别生气啊，开车。你又在发什么呆啊？啊，我没有发呆啊。哎，你刚没听他说，原来方德胜是吊锦岭出生的耶。当初你老爸怎么娶你老妈的？当然是我老爸喜欢我老妈，所以才娶她。我看未必吧，是这样的啦，也不是说你老妈不好，有的时候男人娶的并不是他最喜欢的女人啊。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，你还是回去问你老爸吧。走了。哎，我老爸已经死了。你走不走啊？方德胜，1945年7月28号生，职业临时演员，武行，天长地久男主角，地址吊锦岭下村众芳街16号。你说的大概是那个长头发的阿胜吧？真的？他以前头发很长吗？哎，披在脸上跟个女人一样，难看死了。他就住在下村，我跟他也不太熟。现在下村呢，都已经填了海了，认识他的人都已经搬走了。不过你可以到九龙城的香香冰果室去找个小仙女问问就知道了。小仙女？她是什么人啊？小仙女跟他很熟啊。香香冰果室以前呢，就开在阿胜家的对面，后来才搬到九龙城去的。香香冰果室。实话说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助手郑英啊？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看到没有？正在穿口正长头发的就是方德胜，就是他。他常到你宾馆里来啊。老板娘，货送来了。昨天就打电话给你们，到现在才把货送来。你们搞什么？方德胜他有没有什么亲人啊？没有，他是个孤儿。孤儿？那他总该有几个朋友吧？你晓不晓得他平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啊？那个时候啊，哎，小女孩。你没事问那么多他的事啊？我在杂志社干记者的。哎，小子，叫你送三斤，怎么送这么一点啊？我听说《天长地久》重拍嘞。《天长地久》重拍，那不是个旧片吗？现在大家流行怀旧嘛。
他平常有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呢、啊？什么花边新闻呢、啊？你讲清楚一点，新闻哪有花边的？就是明星谈恋爱啊。哦，明星谈恋爱，很多人喜欢听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他有好多女孩子喜欢他，不过他最喜欢的是我表姐。你表姐是什么人？我表姐就是……哎，不要在那边玩飞机。三包给你，谢谢。去嘛，他又不急着要喝。彪叔，啊，今天那么早啊？你妈旗袍做好了，我特别给你妈送来的。进来呀、啊，啊，过来讲啊。哎、啊，你的旗袍我给你做好了，穿穿看合不合身。阿玲啊，还不去送去谁？汽水，什么意思？进来吧。咦咦，一起收好了。哦。快啦！来了。林哥走的时候交代我们要看着你，叫你不要乱泡妞。谁泡妞了？早上来那个。那种女孩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呢？真搞不懂，她为什么老是喜欢跑上来。搞不好啊。他想泡我，我不管谁泡谁，反正啊，你要是敢乱泡妞，我们就要告诉林哥。你吐我，因为我泡妞，其实我都知道。真的要去九龙啊？是啊，我爸都已经死了，我在这边也没有亲人。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。其实我也很想搬出去。真的？嗯。少来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会舍得离开这个地方。怎么说？你真的舍得离开你们家对面那个阿胜吗？阿胜关我什么事？不关你的事。那你干嘛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那么烦呢？我哪有烦呢啊？你才是！哎，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。你们呢，一个是成天吊儿郎当的，另外一个啊，就是装模作样的。我跟你说，有些时候啊，要是他不采取主动，
那你就要主动点啊。如果是我啊，我早就把他给追到手了。你走了以后，我连个说这些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嗯，找阿胜啊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三姨真是要命啊，打完了四圈又四圈，打得我腰酸背痛的。是吗？我要睡一会儿，有电话不要叫我。我去收汽水瓶。今天这么早就来收瓶子了，有空就早点来啊。借过。哎，坐几点？要拍了。哎，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似的，还化了妆哎。没有啊，快点拍了，我还回店里帮忙哎。啊，阿玲啊，昨天云婶问起你怎么还不交男朋友，她还说要介绍个男的给你。恋爱又怎么样？结婚生子又怎么样？我老爸还不是不声不响的丢下我们跑了。这年头要找的靠得住又有安全感的男人不容易啊。那过两天洗出来就摆在这里，我再加洗一组给你。摆在这儿啊不太好吧，我怕别人看到会笑。谁会笑你啊，我老妈说你天生一副明星相，每天人家看到你照片摆在我这，我多有面子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，随便什么人天天都可以在冰店看到我。你想一辈子待在这里？别了，小姐，家来找你，快点跟我回去啦。好，小仙女，干嘛？该减肥喽。要想再喝杯可乐就说啊，别在那装模作样的。五毛钱。晚上八点，码头等你。阿玲啊，今天账算好没有？我还没空算。
你妈呢？老妈，有人找你。啊，乖女儿，三姨在等我们。好，阿林，今天你不要等门了，我要打通宵。已经开走了。折一下。好了，折好了。来试试看，不要问那么多，我要去九龙，要不要跟我？阿胜，你真的要走啊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可以跟你走。可是以后我们会怎么样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。你只会说不知道，其实你是不想给我承诺，对不对？小姐，快点，快点！昨天晚上才摆进去，不晓得被什么人偷了。奇怪，照片也偷，真是无聊啊。那张照片呢，是被阿胜拿走的。那后来阿胜有没有再回来找你表姐啊？当然有了，他还带一个女人回来跟他大吵一架呢。哼，你表姐有再回来过吗？后来啊，阿胜回来的半年之前，表姐跟六叔大闹了一场，舅妈打了表姐。小姐走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。小宝，你找死啊！你们娘俩玩什么飞机啊？你是不是要拍《天长地久》这部片子？你偷看我的日记？你们搞错了，这是属于我私人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偷看啊？私人？你从小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有哪样东西是你的？你说，哼，你说什么你？私人？这么晚不要吵了。明天要换个工作就算了吧。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用不着你管了。你也偏看看你自己，你个大男人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一天到晚在那边混吃混喝，不做正事。我看只有他才会养你这种废人。你说说你，赶紧跟我说话！我心里怎么养你这么大？为的是什么？你赶紧跟我说话！你什么东西？你们俩是什么？你敢说？你敢说？你别过来啊！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跟一个死去老爸一个德行。对啊，我是跟我老爸一个德行。从小到大，你都这样跟我说。好，我现在就走，我让你以后什么都没有。你走，你走，不要再回来了。何必这样的？你为什么不把他老爸事跟他说呢？不要生气了。好了，不要哭了啊。阿斌，谢谢你介绍我去拍《天长地久》，但是我因为一点私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，希望你拍得很顺利。你看，妮妮好漂亮哦，你爸爸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哦。
不要怕哦，姐姐在这边陪你。那边有个小女孩，是不是她？阿珍，你爸爸来找你了，快去啊！来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那你又在楼梯口等我干嘛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定的，最重要就是要有好处。我兰姐跟着你肯定不会有好处。不过，要是你跟着我兰姐，就一定有好处。刚才在酒吧的事，只要包在我兰姐身上，就保证没事。我没兴趣跟着女人。不过我对钱倒很有兴趣，啊？哎，我最恨别人抽我的烟。再见。谁说我用女人钱啊？拿去，我的私房钱。你知道的，你跟海华在一起，身上不带点钱，那多逊啊！不会掉井里了。不回去了，你就留下来跟阿胜干武行。你不是想当大明星吗？哎，喂，该你喽。啊，来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打得好啊！你还骗我说他不会打球啊？你自己太笨了嘛！哎，再来一根。还想骗我啊？哎，哼，走不走？等一等，再削个凯子嘛。那这次轮到我了。啊。拍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正式拍了，来，继续试一遍。来，来，来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事啊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没事就把机器拖进去，再来一个，快点。再来一个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啊，明天高台你跳不跳？不跳，这么一点钱，就是谁跳？来，来，来了！等你一下，下场太低调。哎，下面两个舞剧啊，连你都没跳过去，听到没有？来，好的，就这样子。这下惨了。哎，你小心点。好，来来来，谢谢你们，好的，来，来，来，你不要再遮了，我认得你。叫那武行过来。把他叫过来。我不是遮。我只是打哈欠而已。上一次是临时救急，等我赚了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阿胜，可以了吧？来了，你看我多忙了。等我拍完这个镜头，我带你去看明星啊。喂，哎，干嘛，美女？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啊？兰姐来了。你认识那小子？管你自己就行了。哎，如果你再碰那个化妆，当心我把你指头砍下来。不会了，放心了，等下来陪你啊。他一直盯着你看。不可能吧？真的吗？他是在看小白脸。我有事跟你商量。
你看我们这场景设计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我已经找到一个女孩子，很适合我们新片的女主角。能不能跳啊？哎，这么高跳下去，谁都会受伤的。喂，你们到底跳不跳？阿昌，你先跳。我。跳啊！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！跳不跳？叫旁边那个跳。你叫他跳啊！坐在旁边那个，你先跳。哎，你呀，叫你。Number three, take four. Action. 帅呀！真漂亮啊！谢谢大哥，真好，真好，真是。OK 了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，那就再来一个。啊？为什么再来一个？干嘛再来一个？是不是他跳的不好？不是他不好，是我的对白不好。那太过分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还要再来一个？真是，跳的蛮好的嘛。就是啊。为什么要再跳一个？来不来啊？玩不玩得起？不要怕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让开！你干什么？让开！砍死你！不要啊！拉下来！我不 OK， 你 OK， 我不 OK。你喜欢再来是吧？没有。好，火箭队把你拉跳。走！走！绕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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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拼了他！这条过路就杀谁？过来！你跟着我。你想帮这个小子？走开！站住！难道要我再讲第二次？就算我答应，我兄弟也不答应。什么兄弟啊？有吃有喝就是兄弟。今天谁罩你啊？如果兰姐不罩着你，他们会听你的话？好了，给我滚回厂里头去！伟哥，我们先到那边等你啊，快走吧。走吧。等一下。如果你要骂伟哥，那我先走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兰姐，您什么来头，这么凶悍？那你不是更大胆，居然连我的钱也敢拿？临时救急，你也不会在乎这么一点吧？是不是？哦，想抽烟？那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什么？你的前途全握在我的手上，眼睛放亮点。什么玩意儿？好吧，
就决定用这个年轻人。阿胜，怎么了？看到一个熟人，你等我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什么？我的前途啊。你要是认识这几个字，你就是男主角了。什么？天长地久啊。干爹，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找到男主角了，表情领出来的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方德胜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阿兰是我认识女人当中啊最聪明能干的一个，以前我们也曾经好过，但是没有结果。我也不想拖累别人，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我只希望能留下最美好的珍兰陪在我的身边。等一下，司机谢农来接我们去吃饭。好，这半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阿胜了，谁知道？你不要再到我们家来了！你疯了你！你知不知道现在全村的人都在讲你们的事情？你以为你好像跟我讲话？给我滚！滚就滚！你早就想叫我走了？你以为我没有你就不能活了？我照样能活下去！你滚！你不要再回来了！你不要拒绝我。我知道你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。虽然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份安全感。我去帮你铺床。我曾经问过一个人，要他给我那份安全感，可是他没有答应我。昨晚你跟我讲的时候，我真的好感激你。不过我不能接受，我决定要去九楼，你自己保重。希望以后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进来坐。我倒杯水给你了哈。啊，阿强，我跟我妈吵架了，我离家出走，我先把衣服晒了，等一下再聊啊。阿强，你这房子租的贵不贵啊？普通。
你跟他住在一起很久了？你要等他回来啊？煮完你的饭了，吃过饭再走。你不等他回来洗个澡，吃饭了。今天见昌哥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过两天先带我去干临时演员。那也好。等混熟了，再去干武士。也只好先这样了。我也是这么想。吃啊。想过再回吊井里去看看？没想过。为什么这么问？阿玲她今天来找我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在楼下碰到她，我们聊了一会儿。她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他好久没有看到你，上来坐一下。好，去吧，来。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认识干爹，后来他收留了我，他真的对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尊重我。雷先生叫我拿给你看的，你慢慢看吧。师傅手艺不错，很多大明星都是我捡的。哦，谁啊？谢贤啊，吕琦啊，被我剪得一定红啊。这套西装你看看。嗯，哎，就这套，后面那套比较好啊。你不要吵，不要乱动嘛。好，我就决定这套了。小心我的头。好好好，好的。
兰姐，我比较喜欢后面那一套。你安静点，不要乱动，待会师傅真剪到你的头了。哦、来，剧照先看一下。给我看一下。你一直乱动，我怎么剪？师傅剪好一点。少啰嗦。这个是雷老板新收的干女儿，叫丽子，是这部戏的女主角，人很精明。表面上说是干女儿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雷先生很疼她，所以捧她做这部戏的女主角。你要好好的演，有我照顾你，你一定会红。找了半天，原来在这里。喜不喜欢我剪短头发？知不知道我拍戏的女主角是谁啊？女明星那么多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到底什么人啊？阿玲啊。阿玲。嗯。那不是很好吗？反正你一直想着她嘛。我哪里想过她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这个还用说啊？我眼睛不会看的。阿强，照片还我。我扔了。干什么啊？啊？干什么？你晓不晓得在这个屋子里不可以有第二个女人的照片？就像我喜欢你，我就不准你喜欢第二个女人。你是不是把照片给扔了？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不过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走出这个大门半步的话，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要走，把你的东西全部带走。照片都没有了，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。怎么样，丽丽过来。啤酒会弄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兰姐，我介绍男主角给你认识。好。那方德胜是你男朋友啊？是啊。刚开始我也不相信，虽然他年纪比我小，但是他对我真的好细心，对我好好。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想攀上我当明星，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真心对我的。女人还有什么好求的呢？最重要就是身边的男人对自己好，就像雷老板对你是一样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们走吧。阿胜在哪里啊？在里面。他来了，我帮你介绍，这位呢就是雷公最疼的干女儿，叫丽丽。嗯。哦。这位就是我这部戏的男主角。我叫方德胜。方先生你好。嗯。你长得好像我在新加坡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。是吗？嗯。不过他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。还真巧。
你一进来，我还以为碰到吊井岭的一个朋友呢。是吗？嗯。不过他没你那么好运，他是送汽水的。那哪天要找替身，可以找他喽。是呀，好。很难找。可以了，酒量不行，来，先干这一杯嘛，能喝嘛就来，喝酒，阿胜，干的是最后一杯啊。阿胜，阿胜，你坐在那发什么呆啊？来来来，跟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来，阿林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要把最好的留在我身边？记得。今天记者招待会的时候。我觉得你很有明星的架势，你将来一定会红。哎，你不可能留在我身边了。干爹，我不是那种忘本的人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不想一个人走完后半辈子。我知道我这个年纪是很难开口的，你考虑一下。兰姐，他向你求婚呢，我还以为他这辈子根本不会向女人求婚呢。看起来他真的很喜欢你哦。我也没什么好想的，我只希望阿胜能够出人头地。阿胜啊，雷老板这么看得起你，你就敬雷老板一杯啊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哎，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好了啊。哎，来，阿胜一起来。好，谢谢雷老板赏识我，我就跟你干了这一瓶，祝你长命百岁，干。阿胜，怎么大家都这么开心啊？既然开心，那就别干瓶，随便喝一点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兰姐，这么大的老板怎么连一点酒量都没有？让我来。干爹的身体不太好，我帮他喝了。喝那么多会醉的哦。干爹，我没事。好酒量了。来，我先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干了，干了。我要不要去中国神操队啊？谢谢。好酒量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别干瓶。阿兰。这小子很不简单，你控制不住他。他说不认识你啊，是因为怕雷老板知道你跟他以前的关系，而且人家现在已经是雷老板的女朋友了。女朋友？我管他什么女朋友不女朋友啊？不过他也不需要装的不认识我，吊井里出来的又怎么样？他不认我，我就偏认他。我早就看穿你了，你对他根本还没死心，我没说错吧？过来一下。是啊，这次你说错了。我会没女人，从你认识我到现在，我方德胜什么时候对女人认真过？哎，干嘛走啊？今天我看了视频，导演说你很好，再用心一点。嗯。
来，快点，灯光要弄好一点。好了，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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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器先过去啊！导演，我们下面要拍哪个镜头啊？待会我们先拍个全景。好，好，帮我拿条毛巾。好，好，来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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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好，快，快点吧。小王，灯再加高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下面好乱。是啊，没事，最好不要出去。上，上来，动作快点，大王。上面可不可以啊？灯光高点啊！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这可不可以？好，再摇过来一点，再摇右边一点。你是不是想我掉进你的朋友？这背光调一下。这么巧啊！我有他的照片，你看一下。等我把它再斜一点。嗯，像不像？外面的灯可以没有？可以拍了。阿善，我们生气了，哎，快点补妆，马上轮到你了。来来来，待会儿聊。好吧，准备要来了。好。来，这边再搬两个箱子过来。阿龙，把它铐起来。好，导演，你玩真的？不要怕，很快就好了。你真的是阿玲啊？哎，我控制不住了，起来了，我危险，危险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跟我出去，干线，能不能贴个洞 ？Action！ 怎么样？帮我救救他！是。你想玩我？看我今天玩死你！住手！你们想以多欺少？你跟阿昌住在一起，我心里好难过。我知道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所以我住到他那边。你们两个是好朋友，我希望你去看他的时候，顺便也看看我，对不对？那晚如果我们真的去九龙看电影，你猜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想以前，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。我只顾着现在。不如你嫁给我。雷老板，阿山那小子又跟丽丽小姐在外面约会。我要回去了。这两个月来，他每天问我去哪里。
最近有没有看到阿潮？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我今天去看了医生，他说我有几个月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们结婚呢？来，跟我来。去哪里啊？阿良，是你们？我们想照张相。哦，进来吧。来。哎，阿良，拍好一点啊！我跟外面人说，吊颈里你拍的最好。你刚刚在干嘛？你听。啊，今天我接到一个人的电话，他想帮他的朋友点一首歌，给他曾经分开了半年的女朋友听。因为他知道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他再也不会失去这个女孩了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所以请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段喜悦。丽丽，你干爹有事找你，放下就回去。是，小姐，车在那边，回去吧。女人哪里没有啊？雷老板的女人你都敢惹？讲完了。去哪里？兰姐，我早知道你想拆散我们，去告诉雷老板，我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谁也管不着。我花了那么多钱在你们身上，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会放过你们吗？我连你手指都没有碰过，你居然跟那小子怀孕了。你，我告诉你，等这部戏拍完之后，我就叫他横死片场。从今天起你不准跟他见面，你也会在电影圈消失。干爹，不关阿胜的事啊，我求你放过他，等我小孩生下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跟他见面了。我求求你啊，干爹！你总算学乖了啊！我会派人24小时看着你。好，你要把这小孩生下来也可以，生下来之后就把这三只狗扔掉。为什么不拍啊？他们不跟我讲清楚，我就不拍。你这个王八蛋，昨天你怎么跟我讲？我跟你讲过，我会把这部戏拍好，但是先要跟雷公把话讲清楚。你要跟雷公摊牌，不可以吗？你们吵什么？可是你来正好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你想干嘛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事。你想怎么样？其实我要讲的事情很简单，只要两句就讲完了。阿丽就是阿玲，我跟她在吊颈里一起长大的。虽然说我们两个不能算是青梅竹马，但也算是情投意合了。我很谢谢你收她做干女儿，也捧我当明星。不过我现在跟她在一起，我不希望她再偷偷摸摸了。她是我的女人。
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可以朝我鱿鱼。如果你有什么损失，我全数赔给你。嗯，多少？她是你的女人？不信啊？啊？阿林，你过来。好，那你就站那儿，把实话告诉他。你不要再缠我了。听到他说的没有？嗯，我是在跟你说。是这样子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不是念在你跟我是邻居，早就叫干爹换人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冲动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怎么样？干什么？你不想当明星，可以回吊颈岭啊。干爹，不要理他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阿胜，我们走吧。老板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我跟阿丽要出去吃个饭，叫人盯住他。是。东西都放在那边。啊。导演，到处都找不到阿胜。好了，不拍了，大家收工吧。好，收工了。怎么了？发那么大脾气？哎，到现在还没找到阿胜人呢，家里也没有。我看他搞不清楚状况。终于做好了。好，终于拜拜了。好。坐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下个礼拜就要去越南了。嗯，我这一次来是想把你妈的骨灰交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妈什么时候过世的？大概是在你走了半年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你。后来我听说你在拍电影，而且是跟阿胜一起拍。阿莲，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样？我们很好。是阿胜的。那很好啊，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你们两个会在一起，而且很相配。阿胜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？是啊，很忙。他现在很懂事，自从知道有个小 baby 以后，每天拼命赚钱，希望我们母子将来可以过好一点。他现在每天收工就来看我。这样子我就放心了，你妈在天之灵知道一定会保佑你们一家平安。生前的东西，我都放在袋子里。谢谢你，六叔。别客气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六叔。什么事？我以前那样对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
你们母女俩都一样。你妈在临死之前也告诉我，请你不要怪她。啊，我在越南等着看的电影。嗯，顺风了。啊，待会儿阿胜回来，你记得替我跟他问声好啊。嗯，好。再见。拜拜。这样子，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？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值得吗？这种女人多的是。哎，回去找兰姐，求她一下就没事了。来。阿胜终于回来找我了，他外表虽然装作好像没事。但是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，他就好像一只受了伤的野兽，一点杀伤力也没有。从那天起，他变得很努力，很温驯。我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临了，谁知道原来是噩梦的开始。你来干嘛？这是阿胜的骨肉，我求你收留他。我们这又不是慈善机构，我对这个男人早就死心了。任何有关这个男人的事情，都不准进入我家大门。你走，阿成，我求求你，念在我们朋友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我是真的走投无路才来求你，我求求你。收留他，你帮我收留他。啊，我求求你，帮我照顾他。你回来几个月，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这部戏拍了一半，没理由不拍下去。那小子是你找来的，拍完戏之后，你搞定他。你帮我把这件事给摆平，就当作是我欠你个人情。兰姐，你吩咐的我一定办到，你放心好了。方德胜。嗯。待会儿晚一点，我会去探你的班。拍完今天的戏，是不是就杀青了？你确定是最后一个镜头？你给我听清楚，跟上次一样，照计划行事，剪断钢丝。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做好之后，马上通知我。反正比别人化妆好，行不行？喂，啊，他好像正在忙哎。好，我帮你找找看。麻烦快一点啊。喂。外面有人找你。什么人呢？不认识，就在棚门口。谢了。
每次都搞这么晚。阿胜呢？没看到啊，刚才还在这里啊。好人没事。哎，兰姐，你找胜哥啊？是啊，有没有看到他？他跟几个人到那边去了。哪边？就在那栋大楼屋顶啊。走过去看就看到了。王德胜在几号棚啊？五号棚啊。好，谢谢。你敢得罪我大强啊？阿胜，躲起来。不要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会把以前的事情都忘记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过日子。你以为你害死了阿胜，我还能跟你一起生活吗？阿兰，你帮我劝劝他。谁劝都没有用。你说过，如果我不跟阿胜在一起，你会放过我们。你为什么还要害死他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连小孩也没有了，阿胜就死了，我还留下来干什么？我以前已经错了很多次，我不要再错下去。阿林，阿林。下面那个人是雷公的手下，阿胜在学长后面。阿胜，干什么？放开他！走啊！走了。阿胜。没事啊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下去拍这场戏，然后我帮你找个地方，让你先躲起来。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再帮你在雷公的面前替你求个情，这样的一来你就没事了。知不知道，阿胜？算了，我下去先拍这场戏。导演还找不到阿胜呢。
上房再去找啊。帅哥，这样好了，我们绑威亚。导演 ，OK 了。我这辈子辜负了不知道多少女人，从来没有付出过。这次我想付出的时候，谁知道连这个机会都没有。搬回家住了，我跟妈妈已经没事了。我知道我以前这样对她是不对的，我虽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来把我带大，以后我会乖乖的做人，对她好像亲生妈妈一样，也不会再追问她关于你的事了。我再放首你喜欢听的歌给你听。我好久没见阿长了，他老是躲着不肯见我，可能啊是怕我挑起他的伤心事。要不是他来公司就找阿英啊。我还真不知道他是你女儿呢，他的个性跟你一样独断独行的。三娘，货送来了。昨天就打电话给你们，到现在才把货送来，你们搞什么？方德胜他有没有什么亲人啊？没有，他是个孤儿。孤儿？那他总该有几个朋友吧？你晓不晓得他平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啊？那个时候啊，哎，小女孩，你没事问那么多他的事啊？在杂志社干记者的。哎，小子，叫你送三娘，怎么送这么一点啊？我听说天长地久重拍嘞。天长地久重拍，那不是个旧片吗？现在大家流行怀旧嘛。他平常有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啊？什么花边新闻啊？你讲清楚一点，新闻哪有花边的？就是明星谈恋爱啊。哦，明星谈恋爱，很多人喜欢听哦。对啊对啊。哎呀，他有好多女孩子喜欢他，不过他最喜欢的是我表姐。你表姐是什么人？我表姐就是，哎，不要在那边玩飞机。三毛给你，谢谢。
啊，坐下坐下。哦。王茶，这不棒吗？阿玲啊，愣着发什么呆啊？还不送汽水去给阿胜？知道了啦，等一下再上去嘛，他又不急着要喝。秋叔，啊，今天那么早啊？你妈旗袍做好了，我特别给你妈送来的。进来呀，啊，过来讲啊。你的旗袍我给你做好了，穿穿看合不合身。阿玲啊，还不去送汽水？送汽水。准备锁进来吧。咦咦你收好了。哦。快呐！来了。林哥走的时候交代我们要看着你，叫你不要乱泡妞。谁泡妞了？早上来那个。那种女孩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呢？真搞不懂，她为什么老是喜欢跑上来。搞不好啊。他想泡我，我不管谁泡谁，反正啊，你要是敢乱泡妞，我们就要告诉林哥。你吐我，因为我泡妞其实我都知道。真的要去九龙啊？是啊，我爸都已经死了，我在这边也没有亲人。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。其实我也很想搬出去。真的？嗯。少来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会舍得离开这个地方。怎么说？你真的舍得离开你们家对面那个阿胜吗？阿胜关我什么事？不关你的事。那你干嘛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那么塞奶啊？我哪有塞奶啊？你才是！哎，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。你们呢，一个是成天吊儿郎当的，另外一个啊，就是装模作样的。我跟你说，有些时候啊，要是他不采取主动，那你就要主动点啊。如果是我啊，我早就把他给追到手了。你走了以后，我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嗯，找阿胜啊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三姨真是要命啊，打完了四圈又四圈，打得我腰酸背痛的。是吗？我要睡一会儿，有电话不要叫我。我去收汽水瓶。
今天这么早就来收瓶子了？有空就早点来啊。借过。坐急一点，要拍了。哎，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似的，还化了妆哎。没有啊，快点拍了，我还回店里帮忙哎。阿玲啊，昨天云婶问起你怎么还不交男朋友，她还说要嫁个男的给你。恋爱又怎么样？结婚生子又怎么样？我老爸还不是不声不响的丢下我们跑了。这年头要找得靠得住又有安全感的男人不容易啊。那过两天洗出来就摆在这里，我再加洗一组给你。摆在这儿啊？不太好吧，我怕别人看到会笑。谁会笑你啊？我老妈说你天生一副明星相，哪天人家看到你照片摆在我这，我多有面子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随便什么人天天都可以在冰店看到我。你想一辈子待在这里？哎呀，小姐，他来找你，快点跟我回去啦。好。小仙女。干嘛？该减肥喽。要想再喝杯可乐就说啊，别在那装模作样的。五毛钱。晚上八点，码头等你。阿玲啊，今天账算好没有？我还没空算。你妈呢？老妈，有人找你。啊，快点，三姨在等我们。好，阿林，今天你不要等门了，我要打通宵。最后一班船开走了。已经开走了。折一下，好了，折好了，来试试看。
扮怎么样？这部戏崇拜是拍得起了，是不错。既然你们是评书介绍来的，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明天你们就到制片部去上班吧。好啊。什么事那么开心呢？没有啊。哎，你到底在笑什么？我今天早上在给观音上香的时候发过誓，要是能让我接到《天长地久》这部戏啊，我就保持这个笑容一直到日落。你为什么这么想接这部戏呢？因为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脸抽筋了。是不是你啊？这个死丫头！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么晚了，不要吵了。谢谢菩萨保佑，我接到了《天长地久》这部戏，我好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这部戏是你生前唯一的一部电影。今天我还见到了以前拍《天长地久》的制片跟导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们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。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哦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机会能够跟你相处，而我却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吧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是透过电影接触到你的，我好想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女儿，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不跟你姓，而是跟妈姓。有稀饭，要去自己盛。哦。昨天晚上我打电话到你上班的卡拉 OK 去，他们说你早就不做了。我已经换别家做了嘛。电话号码呢？哎，你扣我不就好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我不过问你个电话号码都不肯告诉我。哎，你老是说我，那你呢？我怎么样？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问你我老爸的事情，你死都不肯说。要不是那年你喝醉酒说出来的话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老爸是谁。你扔啊！你当初就该把我一起丢了，你就不会这么烦恼了，也不会这么生气啊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如果有机会再让我选择，我就把你扔了。哼，你扔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又生气了？干什么？不信才有鬼呢！你知道你老爸以前干嘛的？我老爸他以前混小太保的嘛。那他怎么认识你老妈的？嗯，他认识我老妈是因为我老妈卖这就对了。你什么都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才有鬼呢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我要不是跟你很熟啊，我怎么会告诉你我老妈是卖豆浆的？你就找到这些啊，这些井全部都太新了，继续找。这么旧的井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，我看下个礼拜我跟阿英到澳门去找找看。要不要帮你拿水啊？不用了。哎，你发什么呆？谁敢拍《天长地久》？哎，小姐，你们谁敢拍我进去？走开！你随便进去。哎，小姐，哎，你这样子我们很难做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们俩让开！哎，小姐，请你不要闯，好不好？你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做。哎，小姐，老于，我问你，没你们的事。你们把我兰姐放在眼里啊？处理我来。重拍《天长地久》，我征求我的同意。兰姐，那是雷老板的意思吧？好，这不是你意思，是雷公的意思。那我就去问雷公。哎，兰姐，哎，兰姐，不碍你事。好，没你们的事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兰姐，你别那么冲动嘛。谁啊？兰姐，等我找他。他是雷公以前的合伙人，自从方德胜出了那次意外，兰姐整个人都变了。方德胜是拍《天长地久》那个方德胜？嗯，阿胜啊，是兰姐一手捧起来的。他们很要好吗？你也是个包打听啊。随便问问。我以前跟着兰姐，阿胜的个性很强。他跟兰姐不知道吵过多少次了，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吊井岭的酱香冰果时。
我们的。就是的。再啰嗦，把条纹塞你嘴里。阿胜，阿胜，阿胜，你干什么嘛？脾气这么倔吗？阿胜，我以为你很有骨气，做了大明星了，原来是被人家包了。哎，你别乱讲话。阿胜，他就刀嘴豆腐心。兰姐，他就是这样的，讲没两句就跟人家冲起来了。阿胜，发完电没有？跟我走。你先走。你不想拍戏了？嗯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花我的，现在你想翻脸不认账？啊？我花你的钱算我跟你借的，这是你买的手表，还给你。兰姐，你清楚我的个性，我最不喜欢跟女人斗了。好，有种就走出大门一步，信不信我把你踢得连你妈都不认识？阿胜，不要过去。这里是吊锦岭，不要在我的地盘跟我玩，知不知道？我今天什么都可以不要了，这条命又算点什么？我现在出去，有谁敢挡我的路，我不止杀他，我还杀他全家。我过来了。没有的，我手软了，捡起来。哦，哼，方德胜，我就是把片子烧了都不会让他上演，你就当没拍过。哎，兰姐，我去训训他。阿胜，你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何必这样呢？兰姐对你那么好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兰姐，别生气啊，开车。你又在发什么呆啊？啊，我没有发呆啊。哎，你刚没听他说，原来方德胜是吊锦岭出身的耶。当初你老爸怎么娶你老妈的？当然是我老爸喜欢我老妈，所以才娶她。我看未必吧。是这样的啦，也不是说你老妈不好，有的时候男人娶的并不是他最喜欢的女人啊。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，你还是回去问你老爸吧。走了。啊，我老爸已经死了。你走不走啊？方德胜，1945年7月28号生，职业临时演员，武行，天长地久男主角，地址吊锦岭下村众芳街16号。你说的大概是那个长头发的阿胜吧？真的，太监头发很长吗？哎，披在脸上跟个女人一样，难看死了。他就住在下村，我跟他也不太熟。现在下村呢都已经填了海了，认识他的人都已经搬走了。不过你可以到九龙城的香香冰果室去找个小仙女问问就知道了。小仙女，她是什么人啊？小仙女跟他很熟啊。香香冰果室以前呢就开在阿胜家的对面，后来才搬到九龙城去的。香香冰果室。实话说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助手郑英啊？好几天没看到他了。看到没有，正在穿口正长头发的就是方德胜。就是他，他常到你宾馆里来啊。啊，怎么搞成这样？不要问那么多，我要去九龙，要不要跟我？真的
要走？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可以跟你走，可是以后我们会怎么样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。你只会说不知道，其实你是不想给我承诺，对不对？昨天晚上才摆进去，不晓得被什么人偷了。奇怪，照片也偷了，就是无聊。那张照片呢、啊？是被阿胜拿走的。那后来阿胜有没有再回来找你表姐啊？当然有了，他还带一个女人回来，跟他大吵一架呢。哼，你表姐有再回来过吗？后来啊。阿胜回来的半年之前，表姐跟六叔大闹了一场，舅妈打了表姐，表姐走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。小宝，你找死啊！你们娘俩玩什么背景啊？你是不是要拍《天长地久》这部片子？你偷看我的日记？你们搞错了，这是属于我私人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偷看啊？私人？你从小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。有哪样东西是你的？你说，哼，你说什么你？好了，这么晚不要吵了，明天要换个工作就算了吧。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用不着你管了。你也偏看看你自己，你个大男人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一天到晚在那边混吃混喝，不做正事。我看只有他才会养你这种废人。你说说你，赶紧跟我说话，我心里头会养你多大？为的是什么？你赶紧跟我说话，你什么东西？你们两个是你。从小到大，你都这样跟我说。好，我现在就走，我让你以后什么都没有。你走，你走，不要再回来了。何必这样的？你为什么不把他老爸事跟他说呢？不要生气了。好了，不要哭了啊。阿斌，谢谢你介绍我去拍《天长地久》，但是我因为一点私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，希望你拍得很顺利。你看，妮妮好漂亮哦，你爸妈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哦。不要怕哦，姐姐在这边陪你。那边有个小女孩，是不是她？阿珍，你爸爸来找你了，快去啊！来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那你又在楼梯口等我干嘛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定的，最重要就是有好处。我兰姐跟着你肯定不会有好处，不过要是你跟着我兰姐就一定有好处。刚才在酒吧的事，只要包在我兰姐身上，就保证没事。
我没兴趣跟着女人，不过我对钱倒很有兴趣。啊，哎，我最恨别人抽我的烟。再见。谁说我用女人钱了？拿去，我的私房钱。你知道的，你跟海华在一起，身上不带。